这绝对是一条比较有意义的视频，随时可能会被下架，请点赞收藏，慢慢观看，防止以后想要的时候找不到了。首先从贵阳站出发，终点站长沙站，这一路上啊，会记录下很多的美好。当然，视频现在的画面是在长沙录的，到最结尾的时候我会告诉详细地址，一定要记得点赞哟。现在是10:20，我买好10:47的票，在贵阳北站进站口排队检查健康码，然后等候上车。人脸核验中，请勿离开。核验通过。到了候车室这边啊，出行的旅客还是很多的。好多都是拿着通行证的证明，过安检点。到了车上不算好拥挤，11:10就到凯岭南站这边了。高速行驶中，车厢里是非常的安静。很快就能到长沙南站，到了之后，然后坐地铁到市中心去。乘客在车厢内饮食，多谢合作。到了这边，华灯初上，这里宾馆酒楼香浓交错，灯红酒绿，地摊经济尤其火爆，更是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朋友在此享受美食。再继续往前走，一条巷子就有几十家店，在这里绝对有你想要的。休整了一天之后，第二天准备打道回府。29号中午，长沙南站进站口，这边是需要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才能进站。前面这个是身份证实名认证核酸检测的闸机。到了2楼的候车厅，旅客是非常多的。车已经进车站，我的心很快就要进站，这边人是挺多的呀。汽笛声已渐渐响，心爱的
鸳鸯分散。你别的伤心泪水滴落下，站台边翩翩离愁涌入我心上。我彻夜经历家乡，我的眼泪在流淌，把你牵挂在心肠，只有梦里在向往。为保护你和他人的安全，请不要害怕墙壁和座椅，不要轻易的占用多个坐骑躺卧。带儿童乘车，请不要儿童在车内车已进进车站，我的心里有悲伤，汽笛声已渐渐响，心爱的人要分散。离别的伤心泪水滴落下，站台边翩翩离愁涌入我心上。火车已经离家乡，我的眼泪在流淌，把你牵挂在心肠，只有梦里在向往。伤心泪水滴落下，站台边翩翩离愁涌入我心上。火车已经离家乡，我的眼泪在流淌，把你牵挂在心肠，只有梦里在向往。贵阳北站出站口，刚才查看了行程码、健康码，然后从这边出来。然后这边是出租车、网约车打车的地方。
在楼下排了好久的队，然后上来过后在这里再排队等候采样，做完核酸就可以回家了。抽蛋过后，然后这边打个车回家。今天已经是10月2号了，现在是早上的11点多。我现在楼下排队做一个核酸。前两天从外面回来嘛，防止健康嘛变黄，所以说啊，每天做一次嘛，先做3天。目前在这边做核酸非常的方便，可以说随时来随时都能做。做好之后呢，还是要准备先回去。